著名导演林岭东于上月在马鞍山寓所逝世，终年63岁。今天，林岭东生前的好友杜琪峰、徐克及张艾嘉等人以林岭东先生追思会委员会的名义，组织各位好朋友参加追思会。上午11时45分，任达华完成了早上的活动后，便赶到追思会场。他坦言已经放弃了12点往北海道拍摄的飞机，等下要坐2点的飞机到东京，再转机去目的地。但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林导的追思会，以表达自己对林导生前为电影界做出杰出贡献的敬佩之情。OK 嘅，咁一个咁好嘅朋友，对呢个电影咁有贡献嘅朋友，咁对电影咁有执着嘅朋友，咁我哋都希望我哋电影界，我哋要有多啲类似佢啲咁嘅思想嘅导演喺度，一代传一代，希望下边多啲新人，新嘅导演又好，演员又好。學習佢呢種拍戲對電影熱誠嘅呢一種咁嘅經驗啦，一種咁嘅精神喺度。12时许，张家辉到达现场。他透露自己在林导演逝世前几个月一直和对方沟通一个拍摄的计划。电影是讲述林导一些对人生的感悟，很可惜因为对方的离世而搁置了。临近下午1点，杜琪峰代表林岭东先生追思会委员会和传媒对话，分享了林导生前的点滴及举办此次追思会的意义，言语间透露对好友林岭东的无限怀念和不舍之情，同时也希望电影界同仁拧成一股绳，为今后香港电影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其实阿东是一个非常热爱电影的工作者来的，但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是比较简单和低调的。咁今日呢一個追思會，主要係希望大家都係記得阿東同佢哋一齊開心嘅日子。亦都阿東嘅家人攞咗阿東剩低嘅酒咧，就俾大家今日去分享嘅。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追思會咧，係俾我哋更加覺得電影界咁多位朋友咧，係個友誼咧應該係長存嘅。亦都因為阿東嘅離去，我哋更加要團結喺埋一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